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嗨，哦，正妹来，正妹来，应该也是比赛出来的歌手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是比华人星光大道第三届第十名。对不起，我们先沟通一下。好的，对。以后哈，你就说华人星光大道第三届前十名，前十名。对，我们也不会追究。麦克风拿下来。太大声，是是是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然后呢，这个你唱歌是自学还是有老师？我没有学过音乐，没有学过唱歌，我是听一些我的偶像揣摩他们的声音，然后还有 live 的临场经验，练就一身的这个比赛才艺。所以他有很多 live 的经验，这就厉害了。你擅长什么样的曲风？哦，我很喜欢唱 Beyonce 的，然后我也喜欢挑战 Celine Dion。Celine Dion， 所以你也能跳舞就对了，能跳舞。我可以摇摆。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。只有我最摇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嗨 ，Hello。嗨 ，Hello。Where you come from？ 大家好，我来自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。天哪，听这个声音，听你的。Pronunciation， 你应该是槟城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吉隆坡的。KL，KL， 没关系，很接近，恭喜淘汰，很接近。听你的口音，应该是从 KL 过来，对吗？对，这个很厉害哦。哇哇哇！新马王子，新马王子真顶住第二季的冠军。好，来了来了。Oh my， 就是他，就是他。然后他十岁就参加比赛，拿到160座奖杯的冠军呐，这么多！他不止拿到冠军，后来老肖受不了，还直接说：“我好想要咬你一口。”什么啊？好到这样子？真的吗？他真的很厉害，冠军猎人。你是变成是一部比赛的机器耶？对，也没有啦。那你160个奖杯啊？对啊，那是很不容易。我们都没拿过冠军，我们顶多只拿过自来水杯舞蹈大赛亚军。还讲到现在，对，自信够强，对。那你觉得今天你的对手是你的对手吗？我就唱好我自己，但是我希望我的对手不要被我的身高给骗了。哦，很高，没有，他很小只，但是他的声音很高，声音很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天，来来来来，啊，这么矮？尊重，没有，你这样是什么？那是鞋子的。来，你有什么要跟他呛呛的吗？来来来。就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是在森林之王比较前面，所以比赛要赢得冠军可能需要运气跟实力，但今天艾薇遇到我可能运气帮不上忙，一定要拿出很多的实力才有机会可以获胜了。实力 OK， 两位都是非常有自信的，马上带来开门见山。
这个就是，哎呦呦，火车把他推走，火车票，哎呦，今天已经无关输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两个人那声音在空中上交错，感觉就是很舒服，太棒，对不对？辛苦你了，在上面已经在上，对啊，对，那你也发唱片吗？我跟艾文一起合作一首单曲《Be Alright》，对，《Be Alright》。哦，那从这个10岁开始比赛到现在，你看真的是很厉害，舞台经验很多。对，今天我们所有的音乐人，他们的音乐响应赞不赞？是不是很棒？再次热情给他们的这个通通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希望您在音乐的路上能够越来有越好的一个成绩。好，后面这两位是果农嘛？也希望他们赶快能够重见天日，好吧？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